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罗丽从远处就听他叫唤了，干嘛欺负他？嘿，豆角你也欺负他？好，孩子大概都这样吧，有一个欺负他，就集体欺负他。豆包使劲咬他，哎，你就别添乱了。哎呀，咱们看看到底为什么呀？你看，他老添乱，你看看。你这一挡，我们看不见他干嘛呢？快起来。为什么咬他呀？你看他呲牙咧嘴的。你起来，这是怎么了呀？这是当妈的要把他咬死啊！哎呀呀呀呀呀！这大抹布又来了，跟个大拖布一样，天天这样咬他欺负他。有的时候豆馅也参与，今天豆馅没参与。这干嘛呀？这是淘汰制啊！这是建立你的威信呢，别再欺负他了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这两天老是咬他，你看他夹着尾巴，你看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的。这豆角也参与了，可龇牙咧嘴的，这怎么了？这是你别过去了，你老是去添什么乱呢？你别过去了。乱了，他咬的，你还添啥乱呢？啊，你也挺厉害的。